各位在台湾喜欢纪录片、制作纪录片的同好跟前辈们，那今年的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在6月15号之前，截止收件。那我希望如果您有作品，不管您是前辈还是非常年轻的创作者，我们都可以珍惜这一个全台湾纪录片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让这个舞台能够继续的活跃，那也让我们作品能够透过集中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然后也透过这一个双年展的舞台，让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纪录片的工作者或者是电影人都能够看到我们的作品，让这一个双年展的舞台成为我们跟世界接轨、跟世界纪录片影展或纪录片的环境接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6月15号，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这个影展的展览。